自己，我想请问一下，去年是自己亲自缝制战袍，今年也是您在隔离期间一针一线的缝制出来的吗？我在隔离的时候一针一线缝的，而且我的整个没有布料，这就是一个衬衫剪下来的。真的是非常的有创意。哇，等一下，我们现在白领转了一圈，我们可不可以再转一圈，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让导播来猜一下？写的字很重要，勇敢自由。后面也有勇敢自由，所以这次在勇敢自由要。做最精彩的你自己，这是我要鼓励所有的我的可爱的粉丝们，对，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要做自己，要勇敢，要自由，你才会最精彩。那您的第一部华语电影，这个看我的包，你的包上也有，对，看我的字，它上面是写什么来着？我看不到。我的性高潮很久。非常的有创意。其实白领每一次来到金马奖，就是给我们很多的惊喜，而且这次也会担任在颁奖嘉宾。待会时间马上就要进行到我们第58届金马奖颁奖典礼，谢谢白领两次的参与我们的金马奖颁奖典礼。我们一起来跟现场所有的朋友们要来说一声，马上进入到金马58的颁奖典礼现场，一定要锁定台视频道，还有 My Video 以及 Line Today 网路转播。谢谢大家，谢谢白领，明年见。您现在收看的是第58届。毕竟我觉得其实对我最重要的除了性感以外，是我的这个信息又想传递给大家，做最精彩的你自己，这也是我千针万线缝的，在我隔离的时候腰都缝疼了，你看这上面是我一个衬衫剪的，后面呢就是自由和勇敢，还有一颗心，这是我献给大家的，你看我的手包，这是一个比较调皮的一个年轻女孩子的一种隔离时的一种怎么说的幻想吧，没有的东西她想要，所以这是代表了好的故事，而且这个是八字，就是无限的爱，这也是麦克风，这个无限的爱，这也是从我的那件衬衫，我的粉丝送了件红衬衫，因为我没有布料，我在隔离剪下来的贴上去，所以就是时时处每一部分在我的这个礼服上面嘛，都表现了自信、自由、浪漫、精彩，更多的是爱。我的好多的鼓励和爱给所有的我的粉丝朋友们和金马奖和所有的电视机前的观众，要做那个最精彩的你自己，这是我核心的信息。当然，我的性高潮很吵，很好玩。My orgasm is noisy。这个是我的调皮那个小精灵说的话。那么这边呢，我想就是白领风格，它毕竟很性感，女神是要性感的。这边呢，其实就是一种很淑女，是我平常很少有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火水吧，海水和火焰，火焰吧应该说，反正很高兴来到金马奖，邀请我来这次呢，邀请我来颁奖，我觉得是个荣誉，而且呢，我觉得因为写的这个剧本，我觉得好像是冥冥之中是为了我来拍这部电影的。所以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呢，能够和大家分享呢，因为隔离，所以任何困难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痛苦的东西里面都有一种美好。那么这是我的美好，出来一个剧本，而且我想献给我们的时代，还在受伤、还在伤痛、还在彷徨的时代，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历史意义。因为我觉得现在缺少的是勇敢和自由，尤其我发现，当然台湾的朋友们都很守规矩哈，他没有那种勇敢，不敢做自己，他没有那种自由，因为那种自由我在隔离的时候没有自由，所以我觉得自由真的好宝贝，我出来的时候就是自由真可，自由真好。那么勇敢呢，就是要超越自己，其实我本来这儿还想写字的，后来我想太多，我就要写的是超越极限，你才能够奇迹的灿烂，这是我想写的，后来我想太多了，就是一定要超越挑战极限，我就在挑战极限，因为我有很多的时尚家给我时尚我都不要，我说我们台湾的观众，所有金马奖的观众也想看到白领，看到他的就是我怎么来 fancy fashion， 就我怎么来想象时尚，我怎么可以用时尚来讲故事，讲一个性感的爱的特别的故事。那么我觉得这个比穿任何时尚家的
实际上对我来说都有意义，和对大家来，哎，我好紧张啊，大家都好期待，我说好紧张，怎么办怎么办。刚开始我没有这样，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办法缝。后来在隔离的时候呢，我就带了那个红线，其实是去年缝的，我说也许会做什么，但我没有材料。那么后来就是那件衬衫就是缝起来了。对，你可以看看，好细的那个，你可以拍，有些都不合适，就是衬衫缝得好，千正万形，而且它卷起来的嘛，因为是棉的嘛，是自己做的，而且不好缝。你看我的毛笔字写的不错吧，而且你还要比例，还要大小。后面我那个酒店又没有穿衣镜，我站在上面，因为看这个高度哈，这个心一定要在这个屁股的这个窝窝上，我就觉得是个很其实有很多，其实金马奖红地毯这些都是有很多对我来说好玩的事情， joy 享受，对我来说呢就是一个享受的舞台吧，献给大家我的自由，我的勇敢和我的敢于精彩的做那个最精彩的白领。所以大家呢，勇敢自由是不是也觉得台湾的金马是一个勇敢自由的地方？我觉得是，他邀请我来了，对吧？而且那么信任我，不知道我红毯要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我要有什么信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大的，怎么说呢，在红地毯上的这么一个女明星吧，他们对我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又邀请我，就证明他们非常非常的，金马真的是我的情人啊，给我写了很多情书，我们中间那个缘分是很深的，现在还在继续，所以今天又把我请来了。我想金马是非常自由的，非常国际的，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我和金马其实我们的缘分是电影了，所以都是爱电影爱时尚，我觉得电影和时尚连起来的，所以我很高兴能够到金马奖来和大家见面，传递一些信息吧，表达我的爱，我的情书给大家，这也是我的情书。谢谢大家，大家晚上好，希望你们愉快的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希望我的火辣让你们更嗨今天晚上，谢谢。